竹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象征之一，它有着坚韧不拔、节节高升的寓意。在古代，人们常常用竹子来象征人的品格和品质，认为它有着高尚的志向和坚贞的节操，因此竹子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经典形象之一。除了寓意之外，竹子还有着许多其他的优点。它是一种非常环保的植物，可以有效地减少空气中的污染物，净化环境。它还可以生长在各种环境下，不管是在贫瘠的土地上，还是在肥沃的土壤中，都可以茁壮成长。竹子不仅仅是一种植物，更是一种精神，它代表着我们的志向、品德和责任，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加坚韧不拔、节节高升。让我们一起学习和传承竹子的精神，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。